要演的吗？要演的要说一声哦。房间看起来怪怪的，这里有一张海报啊，原来是一片玻璃的。等等，谁会说这是一面镜子哦？难不成我变成男生了吗？哇，这梦也太真实了吧！梦里都要上学哦。看来最近压力太大了，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泰隆，你怎么看起来精神那么差？哎，干嘛不理我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最近耳朵比较不好。哦，好啦，我相信你。今天你生日，这次送给你。哎，我生日？嗯，好，谢谢。嗨，猜猜我是谁？谁啊？我啊，柯燕啊。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柯燕，我看柯燕吧。我跟你熟吗？你这句话太过分了吧？喂，你去哪里啊？这丫头是不是病了？
好累哦，好像还没睡饱哎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一个玩偶和一个卡片？生日快乐！送你的玩偶喜欢吗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室友送过我这个玩偶？莫非？那天你把我推开，真的吓到我了。你发生了什么事？告诉我好吗？完蛋了，科研是吸了大麻产生了幻觉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被抓入棚，出来变成更生了。可是，科研也不像是会这种事的人啊，难不成？
彗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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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彗星。那边记得去说什么？哦，没啊，中午原本想要跟朋友去看彗星，可是要断考了，我怕书读不完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？看彗星也会要你命，差几分钟啊？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。随便你哦，缘分这种东西说断就断，不要不信邪哦。你少在那边乌鸦嘴。三爷，你看那个好像是彗星，应该是吧？只是我总觉得它越来越亮了。我也觉得、欸，彗星如何？有看到阿姆斯壮吗？哎，是哎，白痴哦，阿姆斯壮在月球上啊！我当然知道啊，开个玩笑而已，那么认真。哦，傻眼，而且我没去，我在家里念书。哇，我服了你，可是你朋友不会不开心吗？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你考完试有没有陪我空陪我去一趟洗手镇？我想亲自跟他道歉。
当然有空啊，兄弟不是叫假的，我当然奉陪。那就这么说定喽。
在。哇，好像不是在台湾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说什么风凉话？快跟我姐姐去看看。好。我难受，就说有，观察观察。
的抱怨电话，你都干什么事？爸，慧心今天晚上要追她到小镇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居民罹难啊！说什么傻话？你又知道慧心会？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。你不想问？爸，什么叫你不是三叶啊？不重要啦，我们也赶快去避难吧。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
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，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Oh.